个场合，41家人气最旺的小吃一次吃个够哦！这是新北市他们推广在地的美食举办的大型半桌活动。新北市长朱立伦台上一声敲锣，一道道美食上菜楼。板桥体育馆前广场席开60桌，600人坐满满，不是办喜事，而是新北市政府为了推广各地美食，特别精选自各区公有市场的特色小吃，将他们通通搬到这，让大家一次吃个够。今天把我们41座市场所有的美食摊群聚在一起啊，让市民来享用，我觉得大家一定感觉今天好幸福哦。那我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市民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传统市场。朱立伦竹桌敬果汁，和民众同乐，看看这41道菜色，一眼望去有够壮观，像是汐止夜市的新鲜烤生蚝，还有泰山市场的油饭，三峡市场的大肠圈，人气美食一次吃个够，民众直呼物超所值。你自己有没有最想要吃哪一道？哦，每一道都很赞。一次可以吃到这么多菜，感觉怎么样？身体可能会受不了，带一些回家吧。不只有美食飨宴，还有抽奖活动，民众有吃有玩，新北市美食行销再出招，话题十足。三立新闻台吴信宇春雅新北市报道。好，这是北台湾。